各自多娃娃，啊，水好，桶、岩浆，那要活的。那我手汗好多。我现在有一个岩浆桶啊，可是水，等下如果看到水再说，我们再做无限水。光是我是地表好。喽。蜘蛛哦，我们需要蜘蛛。猪猪猪，猪猪猪猪猪。因为每一摊都看起来像蜘蛛，其他骗的我？都黑黑的。对啊，这张，我没有木头嘞，你们有吗？有，木头都一点点。好，跟繁星拿。哇，他们80分了。八十，忘了耶，忘了他们是哪一队，还是他们那么高分，应该两队都有完成。算是那个主线任务，探寻者的对探寻可能比较简单。探寻好像都是收集一些植物或是矿物这种。哎，这个任务的难易度啊，之后也都可以再做调整。你看他们都还花钱买祝福，我们不需要。他们一直狂买。钻石也是可以用买的啦，只是很贵，40块一颗。超贵，太贵了。你说那滋滋滋是什么？那是薯条、啊，不是？那是钱钱，不是？那是钱钱，哦、那是钱钱，超级吵，我爸快受不了了。繁星家的啾啾啾，啾啾啾啾啾，啊，啾啾啾啾啾啾，啾啾啾，都只有哭功。喂。啾啾啾！搞爆啦！再挖！我们只要完成主线就加70、110，所以还差几个任务，我们就先预判我们主线是没问题的。600，所以还有20分钟以上，60、28，大概还有半小时。你搞不好先去挖，先去弄搞啊！我吗？好好好好好，我先给你铁，我今天还有8个铁，你可以做个水桶。哦，岩浆湖哦，好，哎呦，需要水桶。红队，红队很坏哎、欸，红队一直转你。这里有个岩浆湖，湖的对面又是湖，有黄金，有没有钻石？目前没有。但是我知道拿水桶的人不来，在做了啦！你是不是觉得命不重要啊？没有，那个你是拿空桶，哦、小李是水桶是我的、啊。你在哪里？对啊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。没关系，不需要了，看到了，好，我知道你在哪里了。空桶，你们有互相有雷达，我又没有。嗯，没有，这里没有钻啊，只有很多岩浆。我就很怕被烧到啊、拿水桶又不做事。水桶在找钻石啊！我们也在找钻石。对啊。我们如果可以找到第二个水桶的话，第二个水源啊，就可以做无限水源。嗯。在那边。那么哎。有人靠？哎、欸，我还是回到我们刚刚那里好了。好啊，因为那里暗暗的，有人在那里比较容易生怪。嗯，好。我想，僵尸10个沉思，我真的觉得有点太多了，超难的。繁星，这里有蜘蛛，有蜘蛛。你在哪？你回头了吗？就原本那里峡谷，峡谷。我来啦！哇，140分是怎样？140分啊！还是那个隐形蜘蛛哦？没问题。有点快哦，我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了。你先猫他一下嘛。有，那里有没有？哎，那个眼睛。哦，我大手。啊！等，有库里玛，库里玛，那不要拿包。喂，再打一下。有。找不到。那个小雨这边有僵尸，有一只小僵尸。好，我来了。在哪？这里，这个的上面。哦、看到，你小心。哎、欸，他们死了，然后被射死了，对不对？蜘蛛交给你打。
喂，要解决解决解决。嗯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加油！在那里，我的头。啊，上船啦！等一下，等要把它推下去。好像推不下去。可以了。有了。所以。哦，哎，那这样也下不去，直接打掉我家应该就掉了。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，打掉。屁股太大，两卡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新的任务是什么？哎，还是一样，蜘蛛，又是幕府蜘蛛。又多幕府蜘蛛。对，新的有可能还是会同样重复的，确实有可能。哦，有蜘蛛神怪砖就好了呢。真的，这如果发现蜘蛛神怪砖就好了。哎、欸，附近有 ID， 附近有 ID， 认真。我蹲了，我蹲了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个方面。好。我有一个岩浆桶。没关系，我觉得势必是一场大战了。我被骗了。可是，就算击溃他们，我们还是得走，因为他们复活还是会想猎杀我们。嗯，而且复活就会直接在那个点。四十八十八。八十分，我们这八十分绝对不能给他们。等下小就脱光光冲出去送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，打我！他有岩浆桶吗？没有。岩浆桶给你。好。要。对不对？你不怕死，你已经死不足惜，不是？你是无畏的战士，无畏的战士，无畏的战士。哦，好好，可以。说话的艺术。你无所畏惧啊。快快。那反过来，反正我们先离开那里好了。嗯，就反正这里交给小乙在啊。有小乙在，我们天下无双。你的头好碍眼哦，我把你头卖掉。干嘛这样对我的头？小心啊！白了。我们看身上有多少钱？白了银公式。应该补一补啊！那我们九了哦，你们还有铁吗？我想要再一个水桶，十一个，哎呦五个，我还有九个，给你，可以烧一烧，好。如果现在、啊，那、啊、你们要走，你们要不要把那个银公式打死？没有，你在这里啊。哦，好，这里的火把都打掉，这样子就会升怪。好。对，然后你扣血就反正就找他嘛。呵。找银公式。问题。哎、欸，你不是要铁吗 ？Hello， 哎、欸，对啊，对，地上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嗯，有很多铁，多做水桶，关灯，跟小乙说再见，再见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在这附近找一个地方挖就可以了。对啊，附近晃来晃去看看。哎、欸，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又是你，去。又是我吗？你要复仇啊？那我去了。好，去吧。好，我去了。去血池吧。血池。哎、欸，我没拿到东西。你物品栏看一下，物品栏。没有。你满了是不是？有，对。你满了没吸到？对啊。你去屁啊！这个人真的是今天都在雷。我们怕玩这个游戏了啦，怎么办啊？哦。不会啊，你找到很多 bug 啊。哎、欸，我帮你们测试 bug 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头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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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边，很靠近，超级靠近。完了，而且他还把我岩浆干走，好坏！我觉得他们好像到我们，哎，这里有岩浆，这里有岩浆，繁星，繁星，这里有岩浆，这里有岩浆，好好。然后前面还有水，我去捞一下，想一下哦。什么办法啊？种稻米哇！你太会了吧！大家都停在这边都不能动。哇！小雨，你有可能回来就遇到他们。哦，好。我们也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有一个人走很远，然后到时候他用队伍集结，对。哎、欸，我们这边大家都觉得盾站在这边没有人打得动谁。反正事件快要终结了。四个人蹲在这边不知道干嘛。而且
巧克力，我这边好多蜘蛛，你回头，你回头。好好好，蜘蛛幕府要交给你打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哇哇，稍微关一下。这个、嘿，怎么了？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的 bug， 我的那个。击退棒棒带回来了，是啊，带回来了，消掉了。有消失？有消失吗？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。啊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虚晃一招，虚晃一招，虚晃一招。不用，我成功的拖延了他们。重爆，重爆。哎、欸，我是很衰啊！我消失了40样物品。啊！你死掉！你什么？你为什么？你被二档杀死！你不是你要讲你是被二档啊？哦，对啊，二档啊！我不是说我拖延他们时间吗？哎、欸，你后面，谁知道拖延谁？他们有两个人，他们两个人。想一下哦，所以他们应该还在你那里，你复活可以再对对对再努力烧他们，烧他们，烧他们，烧死他们！哦，来了回来了，他们还在吗？烧死他们，烧死他们！像我没看到。哦感觉走掉了，可不知道去哪里。烧死他们！烧死他们！啊！烧死他们！烧死他们！烧死他们！为什么身上有东西喷出来？因为你死了。对啊。四十。我四十啊！真的四十没。所以你现在还有水桶岩浆桶吗？有有有，我他们好像没有捡走，掉在地上。好，有岩浆，两只了，两只了，还差一只。哦，我有把回去的路都堵了啦，我们就在这里继续往更远的地方好了。好，不要回去找小雨。嗯，没有小雨，你还有用处，你先那个任务清单拿在手，招出来那个商店看一下，那个几盒，它只有5块钱而已。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繁星遇到问题的时候。你就把他们传送，你说队伍逃脱那个吗？还是什么？哎、欸，队伍逃脱，有一个是队伍逃脱，有一个队伍逃脱啊，一个是队伍集合。逃脱在哪？他写说右边吧。哦，有选队随机传送到边界内的位置。用于哦，50块。哦，这个是50块啊，好，那就就39，还剩多少？怎么看？就那个啊，看牌牌，到出商店左上角可以看自己剩余多少钱。他、啊、集合的话是那个小人60块，哦哟，所以如果要脱逃就靠繁星。脱逃在哪里？哦，队伍脱逃，好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好好。那我们现在他们好坏，他们把你公司弄不见了。啊？那小雨还是要继续努力。好，我继续找。找僵尸。我觉得这僵尸任务真的要换掉，这支线太难了。太困难了，杀十只哎！对啊，或者是你就要在外面奔波，直接在海边等他生。但是要找到弄到十只也是相对困难的。对，应该是主线才对吧？真的，应该是主线的。我觉得5只就已经很痛苦了。繁星先继续挖。好。挖通了。花钱买怪哦！挖到钻石了。嗯，不知道怪多少。哦，钻石，那先开那个吗？开幸运、啊，开幸运！我看。等等，需要你的水桶，需要你的水桶。好好，那等一下，我顺便看一下那个，因为我那个，我看一下怪一只多少钱啊？哎、欸，对你帮我们看一下，看那个、欸、怪超贵的啦，1只20块。1只20块，买不起啊！买不起啊！我们最后还要那个哎、欸，买幽灵之泪40块。对啊，然后苦力怕可能也是要买的。小雨，你现在多少钱？19，来吧，小雨。那个，哎、欸，繁星过来，繁星过来，繁星过来，来来来，我们准备要让你 lucky 一下，我就帮你挖下面。不是，你是幸运繁星？不，小雨买那个幸运。好，等一下、哦，等一下。那铁杆哈，有。好了，我买了。买了吗？没票、啊。这有买到吗？没票通知啊。哎呦，买了。幸运。幸运，好运！嗯，我还趁机挖一些煤炭，趁幸运。不幸运啊！哇，6颗哎、欸，6颗不错啦！我刚刚也挖6个啊。哦、oh. ，
不信不信，我也不信。这个幸这个幸运是钓鱼，是钓鱼的吗？哦，有可能它是钓鱼的幸运，不是挖矿的幸运。对啊，钓那个是啊，白痴啊，钓海洋祝福的，耶！海洋祝福的，给你给你。哦，我这边又有钻石，我这边有钻石。哎，幸运星，看看是不是你的？幸运，你的幸运啊！哦，你的幸运啊！是我的啊！你后面四颗而已，你后面补充。没有，那个，那繁星贴稿给你哦。好啊，我做撰稿，我来挖黑曜石。好啊。哎，很不屑的样子。不是啦，我在看东西啊，看东西不要跟我讲话，我会。哎、欸，你的铁镐还我！岩浆桶、繁星都有哈，有。啊，对，卖一点鹅卵石，鹅卵石太多就卖哦，不要丢掉。你们忘了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应该没卖掉吧？怎么卖啊？左上角，左上角就放到那个珍珠拿起来丢上去。对。哦哦哦，锵锵锵！哦，又有钻石哎！哦，那你都先收着。好。眼泪四十，不然你挖苦也四十，所以要80块钱。哎、欸，可是不一定会掉眼泪哦、欸，你要想哦。嗯。没有，那眼泪是买的吗？我是买的。对啊，是四十块一个。苦力派我觉得可以找野生的啦，嗯，你找一下，搞那么多40块钱，而且要找那个、喔、比较讨厌是要找没有名字的，哦、原本是这样，我不知道现在会如何。对，原本是要找没有名字的，这样它才会变。钻石多的可以卖钱吗？忘记了，可能要看一下。钻石没有，就是苹果。對玻璃、泥土也可以卖。现在要七八个，而且哎、欸，他找你就走了耶，还不错哦。真的，直接就走了。但现在哎、欸，只剩十几分钟了。对啊，我觉得那个，我想一下哦。反正我们蜘蛛要不要直接用招的？我招一只给你打。我这边好像有洞窟。啊、哦，好好好，因为你那就差一个。僵尸就真的无解啦，你用满了也没用，啊、太难了，不晓得差几个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应该已经差不知道差三四只。啊，我们两队就不划算啊，分数啊，买的不划算。僵尸买真的太不划算了、啊。他总共也才30分是吗？我的，好。白痴哦！一直狩猎突袭，哦，那个突袭对，只有杀人队伍可以买。哇，对，不晓得是多少的，所以他们有可能会知道我们的位置，也有可能。要知道，小雨那边有水桶嘛？对不对？有，我一桶。好，等一下可以做个无限水源。你可以看等一下要不要直接招过去或者干嘛会合。哎、欸，物品损坏，繁星你有物品损坏吗？没有。哦。岩浆会物品损坏吗？应该不会吧。不会。对，所以是有敌袭。五郎。五郎迪迦。五郎迪威不？小慧等一下。蹲你，好好好，我在你左手边。我们再烧一点石头，这样才可以做隐蔽。泥土。哇，200！哇塞，绿盾210！好扯哦，他们一直在种田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探寻的两组都好高哦。对啊，抓到了，该nerf了。抓到了，平衡问题。僵尸，要干嘛？僵尸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好，你去，你去。先去，先去，先打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每个分数都很重要。真的。
哎，上啊！哎，有蛇人扩散，尸潮来袭五。哎，打不到。哇，又有钻石。我给你打六只，七八。现在分数哇，珊珊也很高。啊，钻石不能拿去换分哦，可以的话我们超多。行不行不行？哎、欸，这要两分钟，好久。哇，闪闪真的好强！哎，闪闪！哎，我要抢闪闪的怪。把他的僵尸都拿来。对，哇，闪闪太多了。哎，我挤在他前面。哎。啊，好多好多只，好多只！这样扩散比较好，还是单体啊？哎，嗯，差两只。哎、欸，偶尔你们可以帮我看一下，差几只？二，我看不到别人的啊。哦，他二四。哎、欸，哦，怎么看？看左右边啊，平分平分。哦，平分平分。好、哦，你现在少一只。哎，我七。大钻特钻，三十三十，走开！我的我的，平分，平分，啊！你领先，领先两只，一只，哎，两只，一只，哎，快结束！呀！啊！哇哇，又好累啊！好好恐慌的游戏。超级累，我怎么在这里？这里有水桶哎、欸，有水。嗨，我你们捞捞个水。我没铁了。有水啊？铁应该在你身上啊。哦好。哦，我没有那个熔炉。做啊。你有木头吗？有木。啊，我的工作台嘞。哦。哦不，最后的木头了。那不要，那不要，那不要，那不要好了。做了，做了，做了。我还有一点点。可是你不在我们这边啊。对啊。你可以花五块钱把我叫过去，不要。不要。那我叫你们过来。欸欸、你要想他叫人有可能会干嘛？挤到世界外。哦。你乱来。啊。你乱来。养僵尸出名会变吗？看到没有在抖。哎、欸，那个繁星还没有。蜘蛛嘛，对不对？什么蜘蛛？你不，我们任务不知道幕府打蜘蛛，插一只啊，插一只。我在想说要不要叫的、啊，好啊，插一只的话感觉可以。对啊，哦，啥？哎、欸，我死了！你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？我打他，我就死了。他是反弹，是不是？好痛啊、哦！你在哪里？狮子翻繁星？不是，我满血、哦，而且他回头看我，我猫他一下，我直接死。谁？谁？谁？僵尸还是什么？僵尸村民？他什么气上？僵尸村民，僵尸村民，哦，那种是都打人很痛的，特别强的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没人知道啊。我没有用了，但是就是不要小看怪物啊，怪物都是很强的，没小看啊。你要想，你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你无所畏惧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别怕了，没事了啊，没差，没差。真的死过了就没差了。嗯，没差。啊，你现在就是干嘛？直接去那种黑黑的洞窟，有没有？你越他越黑，你越爱。反正这里左边超多窟窿。我来啦！那边很多窟窿啊，那边越黑你越爱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，哪里？哎、欸，探索者就是你了。顶公式吧？都是吗？有很多，有很多窟窿，都打，都打，都不需要。好。速爆速爆速爆！啊，有僵尸的话，就是还是留一下。嗯。嗯哇，我们这队只有我，如果活着就多四十。哦。不太够。哇，绕那么久也没遇到什么怪。加油！哎呀呀呀！这边有僵尸啦，在吸引他们。哇塞，250，
好夸张啊！探寻要nerf啊！真的，该nerf一下。探寻的分数太夸张了。等一下，我的船，我的船，我的船呢？越黑越我越爱，可是没有怪。我这边有，我这边有，我已经迷失方向了。迷失？对不起，才刚讲完一大堆怪了。吼、哦！哎、欸，那僵尸怎么跑掉了？你这边有没有？哦！怎么了？那是一只蒲公公公公公公。哎、欸，僵尸！蜘蛛，我们需要蜘蛛。我这边有两只僵尸，我这边就直接尝试看看，我们要相信系统很优秀。好，好，打木符，怎么样？像木符吗？直接打就可以了吧，城市。哦，城市可以啊，城市直接打吧。哎、欸，因为这个地图的测试啊比较困难，要真的要玩完才会知道。嗯。关系、啊，第一次就是可以调整分数，但至少你看每队有两个，就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至少那两队是可以 PK 的。对，对，我们至少赢了黄队。喂，这边还在泡僵尸，你在泡僵尸？我整个都在泡僵尸，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还怪怪的。为了部落。你是让他上船泡还是直接？没有直接泡啊！哎呦，哎呦，那我睡一觉，下去。不是啊，下去。哎，他被压到，被压到，他很笨，他很笨。哦，干嘛？哦，下去。哦，这僵尸好笨哦！僵尸都强强的。这样有吗？对啊，该打女王。说我们没有找到，我们要直接换那个吗？换库里帕？哎、欸，哇，时间剩啊，对啊，不多了。我先，那我开始去找，库里帕吗？对，钻石有了嘛？那眼泪，我去买，我买眼泪了。然后，二招梦泪我做喽。好，好。地表四有，现在晚上了，只是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关键是要找到库里帕，还是我们去地表？我这里呀、啊，我这里呀、啊。你那边有是？对啊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地表。你在地表？等一下哦。因为我们还是以哎，我这里有库里帕，我这里有库里帕，这好像是速爆型的。反正我就 QQ 看，你就 QQ 看看、啊，如果可以的话。哎、欸，就他轻轻的一爆，把东西爆掉了。他把东西爆掉。没有，还在啊，那速爆直接就爆了。那我这边有啊，看要不要来。反正我这边很黑啦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找得到。好，只是关键是。中爆。我不确定怎么打得赢。你还是要集合一下，对，因为集合，我想说集合在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还没死过，嗯，集合在你们有点可怕，白痴哦、喔，怎么一下就死完了？我迷路了、欸，完成了吗？完成了，完成了，集到四个骷髅、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哦，那我想一下、喔，那我就把你们招过来，好不好？反正钱应该还很多，可以，啊、可以。他们完成什么？跳，直接跳一堆。他们是放在一起、啊。结束了，哎、欸啊，结束了。哦，到时间还在倒数吗？哦，看错了，时间早就已经啊，来不及了啊。哦不，我最后接了蜘蛛。太难了吧，击倒三只女巫。我的天哪、啊，太痛苦了吧。最后的。拿到哈扣任务、欸，我的那个不见了。
我的画面是击倒三个女巫。哦，三只女巫。三只女巫，十个骷髅。有至少另一队的讨伐几分？十分。我们是他们的十二倍。哎、欸，他们在等我们了。哎好、啊，我们上去，我们上去。中间有一队，二人不可以买那个吗？他们有发光啊，但是都没看到我们啊。我们没有放发光，我们都直接看你们的位置。我们是放你们，我们是看你们的坐标位，然后是看坐位置。对，我们是看坐标，我们不是看发光。哦，发光，我们很常在地底。发光的话，你我都会看到啊。探寻的那个任务是多简单啊！超强的麦克斯，超难的啊！我们都超难。我们9999元怎么升啊？来，一个讲。一对一对来，好，先说一件事情，就因为这是真的是第一次测试，所以就是完整的测试，所以分数的比率跟难度是要再做调整的。至少这一次有没有每一队除了杀人队以外，每一队的种类有两个，所以至少那两队是要做 PK， 因为他们是公平。所以比方说探寻，有红队跟绿队，那就是绿队赢了。两面红队。那讨伐黄跟灰，黄跟灰就是灰队获胜。哦，那你们到结束只有十分，你们到底任务只有多难？哎，很难，我们都全部都打怪啊。灰，没错，黄队先说，你们到底怎么了？你们的主线是什么？我们主线是普利帕女王，然后有九灵芝。最一开始是十只沉尸，然后用木剑对苦力帕造成2点伤害，要25次。哇！我就一直拿着木剑打苦力帕。你们任务如果还在，有办法放到箱子里，我们可以看到。这样子吗？然后我变成就是女巫吗？哎，哦，好像不行，只会看到自己的。这样子任务点一下变地图了。哎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看到他们的，哦，看到他们的，哦，那是我们看到你自己，你拿你自己的干嘛？那是你们放的，我不怎么知道、啊。真的超难，哎、欸，这个好难哦，沉尸跟女巫、欸，哎，我的天、啊，很麻烦哎、欸。没有，女巫是之后我们的。对，女巫我们也是第二，我们也是第二次，没有，他们也有啦。哦，花心之后就会出现什么？对，来那个黄队的羊毛，你的羊毛上面就放你们的任务。黄队的。啊，哎、欸，哦。这样有没有就可以了？对啊，这样比较清楚，就这样清楚多了。自己来，自己来，全队全部都有那个创造。我们还在那边引僵尸，然后把风水里面关起来。我也是，我放就好了，绿队的。我放了，有那个同样的类型的，懂我们的苦。有了，我们是蓝色，黄色嘛，苦力怕女王。嗯，那石头是什么？羊毛。灰色，我想到他也很灰，我就拿了。我看黄队是那个沉尸跟他们之后的，他们这之后也有啊，对啊，有跳了，后来跳了。不用跟我们一样吗？一样。换一个苦力怕打完之后刷新，所以你们现在的任务是跟我们一样的。对对。想说任务完成。